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。看到我手上这一盆漂亮的多肉植物了没？你看，又是黄绿色的，它好美哦。它叫做 Golden Grow， 它的学名就是 Golden Grow， 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金色光辉，好美呀！黄绿色的，超漂亮的。其实我粉丝介绍的这一家多肉真的不错，它品质都蛮好的，而且价格还算便宜，你只要不挑那种稀奇的品种，这种大埔货很多都是很漂亮，质又很好。这个金色光辉就是这样黄绿黄绿的，超漂亮的。我最近对于这个黄绿色真的是受不了它的诱惑，听说这个金色光辉养起来非常美丽，是一个大群生，很美哦，我就来养看看吧。那有粉丝朋友说金色光辉、白凤还有德雷三种傻傻分不清楚啦，刚好这三种我都有，现在给你们看。你看这个金色光辉是这个样子，那我这里刚好有一个小白凤，你看完全长得不一样，你看看这样放在一起是不是很明显，它就是黄绿色，然后它这个白凤裹着白粉，而且白凤叶形比较宽。然后你看看这个 Golden Grow，它的叶形比较长，而且是翠玉般的黄绿色，它如果阳光照射的大还会更美哦，听说会闪闪发光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那再来看看这个，就是我的小德雷，你看这个小德雷跟这个Golden Grow 完全长得不一样，所以应该是非常容易区别才对。你看，一个叶子是这种形状，细长型，一个是这种汤匙型，不管是大的或小的，所以应该很好区别。也许这个 Golden Grow 养大了，它也会不一样，所以目前为止其实它的性状非常清楚的可以区别，这个是金色光辉，这个是德雷，应该很好辨认的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另一颗小小苗，德雷的小小苗，然后这是 Golden Grow， 其实很好区别的，其实应该是白凤跟德雷比较容易搞混。然后你看养久了，你看它这个德雷，它的叶片就会变成又短又肥，是不是又跟它原来长得不一样？原来的德雷是长得这样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因为我养久了，它叶片就越来越短，越来越厚。我觉得短短肥肥的挺可爱的，这一根是我刚才发现，你看它的茎秆太重了，然后有一半受损，所以就断掉了，从这里这样断掉了，那没办法，我就把它折下来，折下来等这个伤口晾干再把它重新扦插上去。其实这个蛮好存活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个是我的德雷，小小苗，金色光辉，是不是差很多？这样清楚了吗？把这个植物拿出来，你看，它这个小白根都长得蛮好的，
你看超好的。但是这种黄褐色的根都没用了。看它的杆子，小嫩桩全部都是绿色的。大概这样，然后就直接种。说过最近就是发觉说，把土中间弄成一个凸凸的小山丘，然后挖一个洞，然后把植物放进去，这样子的方法种起来，植物感觉比较好。好了，这样就种好了。过来加铺面石。一样是用最好看的黄金麦饭石，这种就是比较好种。因为这个就是要让它长大，所以我泥炭土的配方都比较重，营养比较多。现在是因为它根还没有稳，还没有扎根，所以你可以调它的方向，等它稳根了你就不要乱调了，不然根是会受伤的。好了，这样就种好了。好了，这个漂亮的 Golden Girl 就种好了，金色光辉，看它什么时候要展现出闪闪发光的样子。其实它现在这样已经在多肉群中，它就是闪闪发光的一颗漂亮多肉植物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、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咯。拜拜。